好，台湾踢到球给到右边，还是陈宏维进区内，结果他也进球了，Goal！结果在刚刚这个地方，感觉上好像蛮多钢铁的球员其实有机会上去给持球者制造。压力了，是。结果就看着他这边哇，可以在禁区内拿球拿这么久，左右脚的交换，然后再踢进你们的大门。这球哦，我刚刚有看注意到说，台湾钢铁这边，我不确定是苏德才是陈彦瑞啊。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后撤的一个动作，那这个时候台湾的体大这边才开始做一个长传的一个。